既是姬叔的徒弟，就一定有办法打开这个盒子。打开它，本王给你自由。我信你才怪！你们封家的人，说话没一个算数。如果是这样，雪飞霜可就活不成了。你想怎样？这个盒子是我师父留给灵姐姐的。 他不让我打开，我也打不开。是吗？太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不，你们干什么？机关师的手，如闻人之笔，剑客之剑，五指之腿，是世界上最值得珍视的东西。可如果这双手不能为本王所用？ 本王也不介意做一回暴殄天物之人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再问你一遍，能否打开这个盒子？我说了，我打不开，打不开！还是打不开吗？就算我能打开，我也绝对不会给你们姓封的开。你这个狗贼！狗贼！休得放肆！啊！ 这小子倒是硬气，把他绑到修罗柱上，直到他能打开这个盒子为止。赤素。 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快走，这里危险！再往前走，就到南雨都了。务必要抓住白庭君，勿让我阁中之事传扬出去。师兄，不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一会儿我带人从这边走。好。 往这边走，你们几个跟我来。是。庭君这孩子虽有错处，但罪不至死。倘若被师兄抓到，他可就真的没生路了。跟我走。是。 听说他回来了，他怎么样了？你说，雪飞霜，你吃醋了？我没有。我想说，雪飞霜虽设计害我，可是自己不是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吗？ 我的意思是说，他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却可以为你低到尘埃里，当真是可悲可叹。你若真对他不闻不问，我倒觉得你这个人也太凉薄了。我就知道我的丫头心地善良。
不过呢？不过什么？不过你要是吃点醋，我爸陈辉更高兴。真讨厌。哎，不过说正经的，你要我来这儿做什么？那日要将这花冠戴在别人头上，虽然只是做戏，可我这心里还是难受得很。现在我想亲手把它给你戴上，你愿意吗？在我给你戴上它之前，我还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，这是我一生之中什么声音？哪有声音？我听见了，声音是危险的讯号。你怎么了？来不及了，我要去救他。救谁？救我一个朋友，来不及了，我真的要去救他。天一，这样行不行？你可不可以借我星辰号一用？不说清楚不许去。来不及了，我回来再跟你解释。易福灵，玉飞师父，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师父吗？快给我回星辰阁向师兄请罪，我会替你求情的。听君自知打破七星灯的事情罪无可恕，可此间听君还有重要的事情未了，等完结此事，听君一定上星辰阁负荆请罪。到底是什么事情如此重要，可以让你将师徒之情和礼仪法度都抛诸脑后？难道真的是因为易福灵？师父，华神佩，是不是你指使七六连通的？师父，你别再问了。听君，你一错再错，太令为师失望了。看来只能把你带回星辰阁，交给师兄处置了。给我带走！我不走。你，给我带走！是。是。我走。灵儿，天君哥哥，快走！快走！给我追！是。是，快，白庭君，你给我站住！陛下，我们现在到底帮哪边啊？还用问吗？放箭！小心！灵儿，灵儿，灵儿，你，白庭君，为什么你要杀我爹？为什么你要杀我爹？本来我不应该救你的，可是我只想让你死在我的手上。你该留着我给你的匕首，
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如果这一刀能让你好受些，救你一刀又何妨？天意，星辰号，我会找人去修的。不许捡！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可知这顶花冠不是我跟雪飞霜大婚上用的，这顶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在意过吗？你在意的只有这个吗？赤苏，赤苏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风天意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如果你看到什么，那一定不是事情的全部。哦，对了，你刚才不是说有秘密跟我讲吗？秘密？你觉得我现在还有什么秘密有必要告诉你吗？虽然我在你身边，但是你心里只有那个人吗？冯天意，你还是这样，从来不顾及我的感受。微臣参见皇后娘娘。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啊，皇后娘娘是奇怪我为什么自称微臣。哎呀，这都是托您的福啊。古生花一事啊，王爷非但没有怪罪我，还封了我当三品御医官，以后我就可以留在宫中了。不是这个，我是问你，为什么叫我皇后啊？哎呦，这不是迟早的事儿吗？陛下为了你连命都不要了，您是没见当时的场面呀。为了福灵，我什么都可以付出，啪一个耳光，王爷就打了过来。别忘了你的身份是羽皇。陛下为了您，哎呀，差点就和王爷打了起来。您说您这个皇后娘娘不是铁板钉钉的事儿吗？哎呀，真让人羡慕呀。哎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。参见陛下。他怎么样了？郡主的病是受毒物反噬，药食无灵啊。此毒不是已经解了吗？红颜如逝水，一去不可追。容微臣说句不中听的话，郡主的五脏六腑已衰竭似八十老妪，不论现在怎么做，那都是徒劳无功啊。那他还有多少时不出三日油尽灯枯？你下去吧。是。飞霜，飞霜，起来吃药了。我不吃。那你想吃点什么？锦绣冷块，还是生切十二品？你还记得生切十二品还有另一个名字吗？
你的表情告诉我，你是记得的。生七十二品，又叫鸾凤和鸣，是我给起的名字。我总以为有一天，你会带着皇后花冠来娶我，没想到，你心目中的我不是真正的我。你要是能为自己想的多一点，活得也会开心一点。活得开心一点，我现在还可以吗？你好好休息，我明日再来看你。你明知我命不久矣，却连一刻也不想与我多待吗？方才那玉玉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都说人死万事休，我虽然对不起你，但如今也以命相抵，怎么也算是还清了吧。天意他生气摔碎花冠，原因是在乎我。他从来就是这个脾气，何必跟他计较呢？哎，好香啊！易姑娘，你这是要去找主上吗？啊。可主上并不在宫中啊。啊，那他去哪儿了？啊，是去连月居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们不用这样的。你看呢，这天意和雪飞霜，就像是我和廷俊哥哥，都是青梅竹马的情谊。他去看他也是理所当然，我才不会介意呢。正好这面条做多了，也可以带给他尝尝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恨雪家。我是恨雪家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恨过你。我已经传令下去，雪家的事情与你无关，任何人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为难你，包括皇叔。那你能亲我一下吗？你，我的意思是，像小时候那样，亲亲我的额头。小时候，每当你要出远门，都会亲亲我的额头，让我安心。如今要远行的，恐怕换我了。这么亲女孩子吧？我从来没有过，我发誓。冯天意，是我粗心了你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是环真的声音。放开我！那个姓封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姓封的，你们这群卑鄙小人，快点把我放开！环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
你不能进去，易姑娘。你们给我让开！这，快去找裴大人。是。易姑娘，环真，你怎么被绑在这里啊？林姐姐，见到你太好了。我先放你下来吧。你解不开的。要是我的手还好着，这个地方根本困不住我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事的，只要是筋骨没断，待我日后给自己做一副机甲手套，只会比以前更灵巧。我现在去求王爷放你。不要去求他们。风家与雪家永远势不两立。雪家？雪家和你什么关系啊？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其实我原本该叫雪环真，只因我身份低微，所以从了母姓。雪家上下原本有几百口人，现如今只剩飞霜姐姐一人，他们好狠心的。雪凛犯的是谋逆之罪啊，可飞霜姐姐又何错之有？其实我跟雪家也没有什么关系，但飞霜姐姐伤心，我就伤心。哦，对了，那是师父让我给你的盒子。师父？你师父是谁啊？我都听糊涂了。我师父是姬叔啊，就是你爹易千机，他是最伟大的机关师。你说什么？我爹是姬叔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你爹那个盒子是要留给你的。可是我爹早就死在白庭君的剑下了呀。死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你爹，那个人是假的。师父告诉我，是白雪设下的计中计，白庭君为了不让你被抓住，所以才情急之中出此下策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我亲眼看见白庭君杀死了我爹。眼见不一定为实啊，不然你爹是怎么收我为徒的呢？啊，你娘叫林瑞竹没错吧？这就对了。那是我错怪了庭君哥哥。林姐姐，你快走吧。虽然侍卫们不敢对你怎么样，但是裴玉如果被他抓到……环真，我现在先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你等着我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哎，林姐姐，你还是别回来了，凤家的人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庭君哥哥，庭君哥哥，芷素，快带我去找庭君哥哥。芷素，庭君哥哥，对不起，你从来都是爱我护我，我却把你……丫头，你回来了。你听我说，今天是个误会。你为什么要弄坏芷素？你刚刚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找不到他了，我找不到他了。你去找白庭君了？你不明白，庭君哥哥根本就没有杀我爹，是我错怪了他。所以呢？
如果你早知道这是个误会，你就不会跟我回南雨都了，是吗？我现在不想说这些。如果你心里一直没有放下他，那我在你心里算什么？那你和雪飞霜的事呢？那我在你心里算什么呢？我说了，这是一个误会，我问心无愧。好一个问心无愧！那你对我做过的承诺，你说过什么，做过什么，恐怕你早忘了吧？我没忘。就算我真的跟雪飞霜怎么样了，你就能找白庭君吗？你别忘了，我是雨皇，这个后宫之中从来就不会只有一个女人。这后宫之中本来就不该只有一个。好，冯天意，这最后一句才是你的实话吧。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都给我滚！跟易福陵吵架了？皇叔找我有事。看来今天你什么事也听不进去。那我改日再来。不必，只是一个小丫头，根本影响不到我。你变了，以前你喜怒不形于色，有什么事情都是在心中暗自筹谋，而如今却一次两次为你口中的这个小丫头而丧失理智。皇叔高看我了，我脾气暴躁，整个南玉都知道。从前是伪装而已，你不与人过分亲近，不想将真实的自己暴露人前，因为你知道别人知道的越多，你就越危险。皇叔，我知道你不想提及此事，可是眼前你的斩衣之礼就要到了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再帮你拖多久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盒子是我从宇环真身上得到的。宇环真怎么会在南雨都？这不重要。你看这上面的图案，是不是特别熟悉？我已查出，易千机就是多年前的天才机关师机书，而这个盒子就是他送给女儿易福陵的。我已十分断定，易家与星流花神之间有着莫大的关系。如果有一天，我是说如果，在飞翔与易福陵之间二选其一，你如何选？不用这么快回答我。我希望在羽皇斩义礼之前，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。陛下，王爷。何事？易姑娘已经在宣晴殿等候您多时了，我叫她明日再来，她不肯，说不见到您就不走。
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。雨再大也总要回家，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，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，力量无限放大。我们被小事打扰，为现实烦恼，不断和时间赛跑，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准没准备好。带着光跟我飞翔，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。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。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，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，只要你敢想，就算没到达理想，至少有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，飞到人